就叫做可爱绵羊虾啦。这绵羊虾，甲进那个活条的呢，正成龙虾。我当初已经当年啊，讲这只绵羊虾比我所想的较耐冻，啊，搁啥？这只吱吱小头先当作嘛叫吃伊的。然后来看一下里面，这嘛，哎呦，这感冒虫蜜的吃，你卖那冻啦？哦，这就是感冒虫蜜在吃啦。我顶下叫这擦掉哦，你们较早啊，只乌烧海绵，啊，这生一个小海参，哎，这个一只管虫啊，弹掉，哇，这个一只管虫啊，我来看猫内底到底怎么。有生出什么物件？哦，落潲呢，一手机啊！啊，这个是只，未歹。啊，这届内底生态有进步。哦，细部观察记录一下。哇，这个奶嘴变得非常的奶。都有什么呢？这是蛇螺，叫蛇螺。好、哦。